被鱼食也没有背，这么好的水肯定有鱼嘛，这么大一条河，这里有一个袋子，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全是水啊，啥都没有。我的车在路上，在路上，前方的路还有多远啊？回家还有500几十公里。我把车开到这里来了，这个上面有个石墩，有个，这个上面不是石墩哦，一个堆，一个土堆呀、啊，土堆，上面种满了好多野菜，这个应该是野菜吧？啊，这个会有人在这个上面种菜吗？长满了这些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什么菜？这一次我一定要认识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这个什么菜啊？一下子又说不出来。这个是雪里红吗？啊，又有点不像，难道是萝卜菜啊？我拔一根，哇，真的是萝卜菜，这根长得像个萝卜，但是没长大，是萝卜菜，是菜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，这边土堆上有没有。这边也有嘛，这个土堆上好多，这个地里面都是荒着的，都是荒着的。虽然我能为你分解忧，却不知谁来替我解心愁。但愿你心知我心，想把情人。等一下，路上这个野菜多摘一点，我这个篮子里面的买的菜先把它吃了，不然等一下坏了。这个辣椒搞多了，有些都坏掉了，今天把这个辣椒吃了吧，有些都坏了，你看上面都坏了，把这个籽去掉，不然等下很辣呀。今天常不炒辣椒，辣椒不炒坏了，吃不赢的。现在野菜特别多，看一下鸡蛋，看看，搞两个鸡蛋进去吧，打两个鸡蛋，开始煮饭了。找点柴火，这个边上，哎呀，还有没有？在这个堆上找点柴火吧。刚才白天的时候忘记找了，白天的时候忘记找了，天黑了来找看也看不见。这里怎么边上有这么多柴火？我还到处找，没找到柴火。哎呀，这里有啊，这里搞一点，不要太多。这里也有啊，这边呢，不要太多就够了。嗯，那上面还有太阳能灯呢。
那个灯不亮，灯不亮，搞点这个。够了，不要太多。哎呀，到了，我的家到了。哎呀，鸡蛋卷起来，生抽搞里头，倒多了，没事，再把这个倒里头，辣椒，哇，再把这个香葱搞里头，呜，你说我的生抽有没有倒多？这样搭配会不会很香啊？哇，扑鼻而来的香葱味、鸡蛋味、青椒味，嗯，哦，爽啊！放盐，好，够了，少放一点。开饭了，荒郊野岭就是我的家呀！哎呀，好久都没有洗衣服了。太冷了，就不洗了啊，朋友们，将就着穿了。哎呀，我的饭怎么搞糊了？开饭了，我的兄弟姐妹们，开饭了。哦，太好吃了，没办法，青椒炒鸡蛋，把香葱放多一点。真的很香，有些饭店里面香葱啊，等菜出锅的时候撒一点，其实那也不好吃，还不香。把香葱像炒菜一样炒熟，切长一点，不要切得太短，切这么长，那个叶子切这么长，那个下面的那个根啊，白色的切短一点，炒起来特别香，嗯，青椒炒鸡蛋，但是这一次葱放的特别多，把那个辣味给去掉了。特别香，怎么吃到后面越吃越辣，眼泪都抓出来了。拒绝浪费，一定拒绝浪费。
马路上的灯都亮起来了，一个人在这个荒郊野外睡不着啊。望着天上孤单残月，心已片片碎裂。如果爱还是不停歇，请带走你所有一切。好，我开出来了，不能在那个偏僻的地方露营了。